贵宾哈，已经到了啊，我们欢迎。林林师傅，林林师傅，礼佛一拜。今天新春祝福啊，而且是那个我们弥陀哈、啊，是我们这个当来下生弥勒佛的圣诞啊，所以今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好气啦哈，再来给大家祝福。啊，第二呢，代表随风而亡，我拢一直做感谢啊，咱师父哈啊，可以说我们第二代的住持啊，从我们创办人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整个古莲寺啊，从没有到有哈、哦，那包括在有的基础之上啊，更为弘扬我们的正法。那这些当然，你我都有一个最好的福报，就是咱德育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我们德育正知正见的道场，这是咱今生啊，能够得闻佛法的尊贵性。这是你我这边的最大的福气，所以代表一下呢，喊大家赶快，咱拢是做有福报的啦，对不对？咱是真正做有福报，因为咱会使心平气和，搁有神力小甲咱带。啊，感谢咱的慧度师父，偶尔代表也在 YouTube 上看到您的说法，所以也很开心看到师父的那种坚定弘法的心，而且是非常的严格自我的修持哈。啊、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甲大家赞叹。啊，第二呢，代表咱们随风而亡。啊，也真的很感恩，我们这一生有这个福报来啊，服务我们的国家，服务我们的社区。所以呢，有甚物代志吼，除了佛法之外吼，世间事啊，讲起有含民间呢，代表伫中央会使甲大家出声。第五，咱的随风而亡会使甲大家强调。啊，这拢是阮的。啊，真正是我的职责啦，吼！啊，所以第二个表达我服务的热情。啊，最后第三点吼，就是讲，今年咱一定爱让大家顺顺利利。所以上好、上稳当的方法，就是大家定定倒转来对一个所在。对啦，这就是让咱一定吼不会增长的俗话，消除说俗话，同时不会再次的增长的地方。所以，希望大家第二个转来咱的。高阳市代表感谢，代表好啦，代表各级领导人民，那个区长，请。这现在我们的大哥哥虽然年纪 不比我们大啊，他是仁武区的区长，那个吴区长，他就是我们仁武区的弟弟。因为我上敬重吼，安尼，我毋是安尼主持，安尼慧度法师吼，啊，现场有安尼林代华委员，啊，安尼吴区安尼吴区长，啊，甲安遮所有的安尼师兄师姐吼，安遮的师父，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来讲，真欢喜吼。啊，一年一度，啊，就是啊，在农历初一，啊，随从每年自从中选议员了，啊，拢有大概安尼高阳市，啊，会使讲咱高阳市哦，啊，真正我听讲过，真正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名士啊，啊，真正一树的姐姐，咱这师兄师姐哦，啊，刚刚代表委员讲过，真正安尼过年初一，啊，够迄个心。啊，等下听安尼慧度法师的弘法啊，诶，安尼祈福哦，安这个法会吼，啊，我真感谢，安遮祝福大家吼，安尼新春快乐啊，事事如意啊，大家平安啊，大赚钱吼。那从今天呢，啊，去啊。
那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